喂，大家好啊！又嚟分享下呢個洛杉磯版嘅《星島日報》啊，3月23日，2024年星期六嘅頭條啊。咁嗱，第一單就呢個紐森啊，紐森就係現任嘅加州嘅州長啊，阿洛啊，阿洛舒華辛力加，即係未來戰士啊，就係前任嘅加州州長嚟噶。咁咧換選民捍衛新法限制採油，咁佢上面細字就係石油業企推翻加州法例。咁咧真方達現身為環保發聲，真方達就係老牌嘅巨星荷里活啦，即係我哋個年代啦，你哋後生就可能未必識佢。OK， 哇！我哋個年代幾仔爺都係。做戲噶，佢老豆，佢唔知佢阿哥定係細佬 ，OK， 三個啊，好似阿李尋歡咧，小李飛刀啊，係嘛？父咩啊？父子三探花係嘛？佢哋咧就父女父子咧就三個明星 ，OK， 咁就好似蘇東坡嗰啲咁啦，係嘛？蘇東坡啊、蘇杞、蘇洵咁樣係嘛？都有嘅，但係我哋嗰啲係真嘅。咁佢依個都係真嘅。小李飛刀李尋歡咧就係小説啫。OK， 咁嗱，講翻佢依單嘢點咧？咁個例加州個例已經係拍板通過咗嘅，就係唔準嗰啲石油開發咧，即係再開發再掘窿啊！嗱，睇下後面啊，阿紐森有個機器咧，就係嗰啲抽石油嘅，即係你掘咗個窿喺嗰度就抽啲石油上嚟咁樣。咁即係加州應該仲有好多，但係咧就叫咧唔好啦，停止啦。OK， 就影響附近啲居民啊。咁有個居民咧就現身説法嘅，個女仔嚟嘅。咁佢話咧，佢個屋企就係喺呢啲咁嘅抽油嘅。嘅地盤附近處咧，咁佢原來散發啲有害嘅物質嘅，咁咧佢咧自細已經成日流鼻血、頭痛、心怯，係嘛？咁你有心理作用啦，係嘛？佢唔係19歲啊，已經有卵巢癌啦，發現係嘛？幾慘啊！所以咧就大力反對。咁好啦，已經設立個法例，已經拍板之後咧。但係啲石油公司話係錢嚟噶嘛，咁咧就上訴啊，就話要推翻呢個法例。咁而家咧就要排期到11月 ，OK， 排到11月啦。咁啊，睇下點。咁而家阿紐森就梗係咧出嚟做勢啦，阿洛舒華辛力加啊，係嘛？真方達咁就希望咧到時就繼續要維持呢條法例 ，OK。嗱，後面呢兩單就得意。嗱，呢單所以個男子控告50名女性稱群組負評咧，傳為誹謗啊！咁呢班女士咧點樣咧？佢其實就係嗰啲咁嘅約會啊，約會嗰啲咁嘅網站咧。咁呢幾十個女性就話咧，就同呢條友咧就約過嘅。咁呢條友咧就喺度講嘢又唔啱聽啦，又有性病啊，又有。攻擊性，總之種種都係唔妥當，咁啊大家喺度傾，咁呢條友可能又睇到，咁就話咧否認啦，就話呢班友咧，呢50個女性有啲都未見過面嘅，走嚟咁樣話我咧就係誹謗咁咯，而家就搞緊呢單官司，有啲咁嘅嘢啊美國，嗱跟住呢單啊，呢單咧就諗起我哋以前香港嘅。呢個就係嗰啲賣啲啲服裝啊、啲衣帽啊嗰啲嘅，咁咧就成日都俾人嚟偷嘢，即係我哋叫 shoplifting 啦 ，shoplifting 啊，成日嚟偷嘢，唉，佢都偷到煩。就咧佢有視像噶嘛，即係有 CCTV 嘅，佢影低曬就擺上網喺度啊。喺度影嗰啲衰人嗰啲偷嘢嗰啲啦，佢唔知點解又冇報警，唔知有冇報啊？可能冇報嘅，佢就算鬼數，可能呢啲濕碎，
有時報警又嘥時間，又俾口供，就算鬼數。但係成日偷都係有損失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入邊有個名啊 ，Kitson 啊 ，Kitson。咁咧佢就發現咧，原來有一個咧網紅嚟嘅喎，一個網紅都走嚟佢度偷。咁咧就偷咗頂帽啊，幾件衫咁咧，佢就略鋪咗佢出嚟。咁呢個網紅咁啊，好多人識噶嘛，咁啊焗住出嚟要認頭啦。咁啲衫就話還翻俾佢啦，頂帽就俾錢咁咯。咁呢啲以前咧，我喺邊度咧？沙田啊，松板屋啊，好似係嘛？哇！咁時初開咧，咁咧就哇未試過咁嘅，即係好公開咁樣擺啲嘢喺度賣啊！任人嚟揀咧，哇！人山人海啊，走去喎。但係咁多人嘅時候，佢根本就冇辦法防止啲人偷嘢。哇！啲人立咗就走，立咗就走，唔見好多嘢，偷咗好多嘢。咁咧點算咧？咁啊，佢都去報警。咁直情嗰陣時，沙田差館啊，直情要成立一隊小組啊，專做嗰、那個。松板屋的 shoplifting 的專做它啊，你想想多重要，真是得人驚。那時即是這個社會，你在一個即是一個低質素的時候呢，突然間有些這樣這麼 open 啊，當你好像啊些道德啊，那呢就已經是去到很高水平的時候呢，那就會出現這些東西。那後來當然慢慢就好轉啦，慢慢就 OK 啦。咁啊，曾經有啲咁嘅事發生，你諗下，偷到開行，呢間嘢可能都係咁。佢又唔係零元購啊，係嘛？佢就偷啊，就喺度逐個別個別咁樣偷。OK， 好，下次再分享其他。